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通道的一个侗族村寨，等一下这里会诞生一个新的季度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走吧。今天我带了一位侗族的美女，带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活动。大家看到吧，我身后这个唐锅就是天下第一大唐锅，唐锅上面的就是世界第一的大蒸笼，里面蒸的是黑糯米饭，因为马上要4月8了，当地的人都要吃黑糯米饭。金哥，这一笼都给你吃吧。这一笼我应该要吃1年多，应该才可以把它吃完。
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特别好玩呢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订阅或者关注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下期节目见。